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好，我是陈学。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I'm Matt Scott from Valve。大家好，我是谢恩文。Grand Turismo Producer No Yamagawa です。I'm Jason Van。I'm Leoshi of Capcom。Radio， this is E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大家好，欢迎收听加迪 Pro 最新一期专题节目，我是西蒙，我是老白。对，然后今天我们呢，其实是一期关于最新的 HBO 新剧《Westworld》西部世界的一个节目。然后我跟老白也不算这期的主角啊，其实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请自我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重轻，沉重的重，沉重的重，轻盈的轻。对，然后重轻老师其实，在我们之前，就是前不久在我们网站投了一篇文章。对，被我们的网站中这些看西部世界的用户啊，奉为了一篇非常神奇的文章。对，其实就是神文，并没有过誉。对对对对，然后这篇文章里面讲述了这个二分心智，对，而且还有这个编剧们他们参考的一些书籍，然后是怎么来，包括怎么影响他们写这个西部世界的剧本的故事的，然后里面分析的特别正确。我们看完。在第9集放出之后，看完仲青老师的文章，看完第10集之后被震慑了。对对对对对，发现一切都是真实的，对对对，都是对的。对，然后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就是我们系统可以聊一下，用一期的时间系统聊一下西部世界里面的一些概念。一个概念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结构以及这个剧集啊本身的一些意义吧，可以是这么说。那么仲青老师也有很多的观点，包括说是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和大家来分享。不行，我受不了了，你们太猛了，我就是完全抬上去，先抬上去，然后秒速5厘米往下掉啊。然后还有一个事儿需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在听这期电台的朋友，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请立即关掉，马上绕行，因为就是在这一期节目里边所谈到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将会极其严重的影响你观看这个剧集的感受。对，你会被带着走，真的是。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关掉本期节目。对，然后看过剧集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聊这期节目。好好好好，对对，然后咱们从何开始呢？仲青老师，我们先从这个剧集本身的这样一个结构，或者说你对它的评价，对啊，开始吧。我觉得咱们仨都可以说说，先热热身吧。先热热身，好好。就是。大家对这个剧打几分，比如说如果10分起评的话，你们俩聊吧。我这次作为一个小白，主要是抱着学习态度来的。别这样，采访一下这个小白。反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基本上9分到9.5分的剧，不能给满分，但是就是你给他以后留个空间嘛。但是对我来说是绝对一个神剧。其实就是从我来讲的话，我在观剧的途中产生了怀疑，很担心，就是这个剧的下场。对，对，但是在第9集、第10集放出之后，就是我的评价跟仲青老师是一样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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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因为这个剧本身来讲，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会产生分裂的这样一个认知。对啊，一部分人群可能认为这个剧集并不是，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那另一部分人认为就是它有很大价值在里面。对啊，我觉得看到最后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看的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是可能你在网上看大家讨论的时候，或者你身边的人看，你可能觉得有一些人他
他恨不得就是在看另一个剧。嗯，所以我觉得任何好作品它都是有很多个层次，然后每一个层次的 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对，各取所需，你就是看到你自己想看到的那个部分，哎，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就很好。就这个剧它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属性嘛，绝对一千个人眼里有一个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就是在我看来，这个剧就是，嗯，如果你让我去归纳它的特点的话，我想说，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流畅的那种。一蹴而就那种行云流水写出来的一个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构造出来的一个剧，对，它是一个那种有点像那种像就是那种非常复杂的像埃舍尔的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在我看来它是匠气远大于灵感，对，匠心远大于灵感，所以就是他事实证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主创的采访啊，他们就是去介绍他们这个创作过程也是这样，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编剧团队在屋里憋，而且憋了好几年，他们就是这个剧实际上2014年就开拍了，拍了一集就停啊，2014年就开拍了，开拍之后就是剧本跟不上，因为我后面的剧本出不来，然后大家在剧组这儿等着也没法拍，然后停下之后拍到第三集然后又停了，就是因为后面的剧本又写不出来，对，就这样就是拖了这么长时间，到今年才把它拍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集体创作的工程，就是这个剧的剧本是一个工程，它可完全不是一个那种小说的概念，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就是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强纳森诺兰这个 creator 本身，我们说就是他跟他哥一样，他俩在我看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别人都没有，就是他掉书袋掉特别厉害，就是吃书，就是狂看，对对对对，狂看一堆书，狂看书，对，狂看书，狂什么学经典，然后把里面梗都给用出来了，对对，然后就是自己去，就是恨不得就是特别干的直接往剧本里写，就是男主角停下来，然后就出现一个黑板，就跟《灌篮高手》里边那博士一样，说给大家讲一下，讲一下，讲一个理论，特别特别特别出戏的一个东西，对，就是。也不能说出戏，就是说在别的剧里边这可能就是一个很突兀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西部世界里面它会变得非常自然，对，你到这个环节你就想知道对它应该是什么，对，就是 Ford 曾经两次在黑板上给你讲的，对对对 对，给你讲课，对对对，然后如果这块你认真看了，那么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版本的剧，如果你没看也没关系，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也挺酷的，哎，挺好看的一个，哎，表面的一个版本也不错，对，所以就是一个分层次的这样一个剧，从我看来就很神奇，就这样，对，所以说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不知道钟青老师怎么想，我是拿西游世界和黑客帝国来做比较，完全同意，对，就是如果你把黑客帝国里边所有的商业化的打斗的内容去掉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艰涩的剧，对，你阅读或者说是理解这个剧就是这个电影，对，需要很大的力气，对，就有人在那个在我一篇那个文章下面留言说说搞了半天看西部世界是在看圣经的，讲了一遍圣经，然后我想我好像听过这个评论，上一次听这个评论就是别人说黑客帝国一，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很多层次构造出来的剧，今天我们几个坐在这儿就是完全不能代表别人，我觉得就是代表我们自己，代表自己，对，对，把我们心中这个对这个剧的理解试着给大家讲一讲，看看，对对对 ，make sense， 就是这样，嗯、对，一个阐释的过程，对对对，就是那我就开始了，开始吧，啊，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片儿，它你一上来它视觉上就是会。给你一种很强烈的类型片的感觉，对 对，它是个西部片，对，这个你是不能回避的，对，就是它虽然有一个科幻的内核，但是它西部片的那个视觉和镜头的那个塑造是完全一点都没省的，非常足，给的非常非常足。实际上 HBO 从那个 Deadwood， 就是我这个剧也特别推荐大家看的死幕，就是之前 HBO 出了好像3季就完结了，因为太贵了拍不起，就是讲这种鸿篇巨制，就跟咱们讲三国演义一样，就讲一个西部的一个故事、哦、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就是特别正的西部故事，这样从那儿之后好多年了，就是 HBO 没有出过这种鸿篇巨制的大作的西部片、嗯、别的台也没有出过，就是你像那个其他台有这个 Justified 火线警探这种，对对对，但是其实就是西部片今天我们来说它其实有一个问题，他就跟我们一遍一遍的在票房，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里面看《大话西》，不是看《西游记》，看什么《齐天大圣》一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好，很经典，但是我们怎么赋予它现代性？
它就是一个题材衍生出非常多的经典变种。对对，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它有一种现代感，或者让我们就是今天看了以后仍然若有所思，能够有所收获，而不是像一遍一遍的去读这个金庸的字面意思。现在有好多人就是完全拿金庸在讲人生哲理嘛，其实我讲一段人那个金庸的故事，然后给你讲一个非常就是现代的是职场生活什么这些东西。对对对，其实一个典籍啊，它被反复的检验和解读之后，就会产生一种现象，比如说红学。对对对，金学，对、白学，白学，白学也算了，白学当然算了、嗯、啊！我今年时间最多的就是我黑魂三玩200个小时啊、哦！哦，厉害哦！对啊，厉害！今儿没见着龙马，特别遗憾，下回遗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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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然后所以就是。像所以就是西部片的这种现代性，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同的尝试。你像那个2008年的那个《老无所依》，对，其实就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第一部特别喜欢的西部片是《老无所依》，嗯，这个很蛋疼，就是非常尴尬，因为它不是正常的西部片，《老无所依》不是一个正统西部片，它是一个就是完全就是不是一个标准的那种，对，它是在颠覆那个东西，对，可是被颠覆东西的本体你没看过。就这个就是特别神奇的一个，就老无所依拍的非常漂亮，它是以西部片的思路和结构去颠覆西部片的概念。对对对，所以这次也是一样，就是这次西部世界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西部片的壳在上面，然后你还是能看到以前那种就是拔枪就射，然后快意恩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表象表象。对，但是呢，它里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人类非常本质的一些东西，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这样。然后就是西部片这块有几个小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诺兰这个导演他最喜欢的西部片是那个就是 Sergio Leone 的那个《西部往事》，就是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嗯、这是这个片就大家现在看已经很没法看了，就是那种可能是71年还是60几年的片，特别老，就特别特别老那种片，对。但是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所以他这里面用到这几个这个概念其实都是来自那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甜水镇、嗯、Sweetwater 对，这个镇呢其实出自那个就是西部往事的、嗯、的那故事发生的所在地。这儿我插一句，就是说我看到 Sweetwater 这个镇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辐射新闻加斯的美泉镇啊，对对对 ，Good Spring， 就是它的意味都是一样的，它选择的寓意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人们是依水而居的。对，那 Sweetwater 本身意味着就是说它是一个宜居的这样一个地方。对，那么由此来讲，它是一个故事的原点。对对对，然后这个《西部往事》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个穿着就是一发白的衣服，戴着一个白帽子。白牛仔帽、嗯、白帽，然后反派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戴着黑帽的、嗯、然后两个人最后就是拔枪决斗，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嗯，所以就是这个白帽跟黑帽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就西部往事、嗯、对，然后还有威廉从白帽变成黑帽，对，就这个过程、嗯、就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到最后发现其实是一个人。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一集里面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一小段，就是那个 Dolores 和 Teddy 两个人就是在外面放风，然后就是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远方，能带我走、啊、然后他说 someday 对、嗯、然后 Dolores 就很失望，每次都说 someday， 对，他说 someday 是哪一天，他说 someday 听起来像是人们实际想说 never、嗯、对的时候才会说的话。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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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男主角在这西部往事里的最后一句，就是女主角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回来，嗯，然后男主角说 someday，、嗯、然后这个电影就后来就结束了，结束了，对，对对对，就是怅然若失的感觉，对，就是西部片，就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偏的一个梗，就是我不知道，只有我这么觉得，你们听听看啊，嗯，可能有点牵强，就是美国的，就是西部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江洋大盗叫 Jesse James， 对，就是劫火车的，对，就是一个特别猛的一个，就是无数这个悬赏，当时就抓不到他，对，就这样一个江洋大盗，然后呢。他就是后来他是怎么死的呢？是被自己的一个同伙小弟，一个小弟给在后面拿枪给崩了。我推荐插一句，推荐大家看一部特别特别牛逼、有巨选的电影，叫《刺杀杰西 James》。对，就是叫《神枪手》。皮特演的。对，《神枪手之死》。神枪手之死。而我特别喜欢好。对，神作。对对，然后对那个片里的男主角。就是杀死 Jesse James 这个人、嗯、叫 Robert Ford、嗯、Robert Ford 就是咱们的 Dr. Ford、哦、对，博士的名字他就叫 Robert Ford, Robert Ford 对, 对，而你想就是在最后谜底揭开之前，咱们一直觉得说 Arnold、嗯、怎么回事啊， Arnold 是不是就是肯定就是被 Ford 给弄死了、嗯、那种感觉，对，就有很多影射在里面，对对对，就是这是就首先他西部世界做足了一个西部片，如果你不想、嗯、就是如果你不想就往深了想的话，就是你纯粹过眼瘾绝对也是够的，这个片对我来说、嗯、对，梗埋的也是够的，就非常多梗，对，然后、就是、你能去得到你想得到的视觉享受、嗯、对但是如果你往深里走的话，你就发现越走越深、嗯、对对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层面，它西部片，第二个层面呢它是个典型的游戏，
我这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觉不觉得，我觉得这是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开放世界游戏。对对对，是，你看啊，首先这个世界里面都是 NPC， NPC 的特点就是他们一上来说的话都是标准的，然后根据你的选项它有后面有分支的对话，对，然后每天他们都说一样，不管哪个玩家进来，你点他都是一样的，啊、对, 对。所以里面的 host 其实就是 NPC， 对，这里边就是游戏，对 ，newcomer。然后其次呢，你在里面可以选择角色，你就是进游戏之前，你会被要求拿一个帽子，是白帽还是黑帽？嗯、这其实暗示着你是想走那个就是好的路线，还是暗黑的路线？对对对，这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对。然后这里面还有武器能升级，就是 Logan 曾经出现他台词里说 upgrade， 对，他说 upgrade 这个枪好像是升过级的，对、嗯、对。然后还有就是这里面有很明显有支线任务和 DLC， 就是他们不是有红河上的奥德赛，就是那个 Sizemore 说、啊对，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 narrative， 可以给插入进去，它是在原始的这个游戏体验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内容资料片，对，就完全就是资料片的概念， 对, 对。然后当然我们最后知道就是加的一个最大的资料片，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全新的游戏了，就是 Ford 最后给我们加上的这个，对对对，要到第二季才能看到。然后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彩蛋，就是有很多如果你想细去考证的话，镜头里面出现的小物件啊什么东西非常非常多，包括它的音乐有很多都是有很明显出处的，就是都是在跟你说话，都是有意思的，对对。然后最后就是玩家很明显的有不同的风格，玩家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威廉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玩恋爱养成类游戏，就是他就是、嗯、其实他是在处对象，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心跳回忆，对对对 对, 对。然后到几十年之后他变成了黑衣人，他玩的就是、嗯、我想起咱们当时聊黑魂的时候杨毅说那舔图流，他一寸一寸的砍，他是个典型的舔图流玩家，就是说我要我见着谁就全部杀干净，而且要把所有的那个物品都捡一遍，要把头皮都要翻开看一下，这种 对就是所以、就是、寸草不生那种感觉，对对对，坚壁清野，说的很好，确实是个游戏，这么一说来是个游戏。然后就是包括游戏的这种就是打开方式，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对，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个黑衣人去劫狱的那一段、嗯、给我笑得不行、嗯、这个就是拿一个事儿来做类比，就好比辐射二你要进一个屋子、嗯、正常人的话是开门、哦、对，然后就是普通人就是如果发现门被锁上了会想法撬锁、嗯、人民币玩家，然后不，但是如果说你是个邪道玩家就会用炸药我们炸开、嗯、对对对，但是你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 对完全是开放的，对。所以就是诺兰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正面的就回应了这个就是质疑，说你这个是不是受到游戏的影响，他说他就是受到了三款游戏的影响、嗯、第一个就是这个 BioShock， 他说受到影响特别大，就生化奇兵，对，生化奇兵，然后就 GTA， 这很显然，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Red Dead Redemption， 就是那个荒野大镖客的救赎、嗯、对对 对, 对。所以就他跟他媳妇儿说我们两个抱着研究的心态玩了一些沙盒游戏，嗯然后再来做这个剧，对，就是这样，对，玩的都不错，玩的都不错。它里边那个其实就是像这几个沙盒游戏的特征致敬的这样的，生化奇兵不是沙盒，对，生化奇兵不是，对，但是就是生化奇兵在里边的就是给人的感觉也是很重的，嗯，他就说生化奇兵那个作者就是明知道玩家不会点那个对话，嗯 ，NPC 的对话，但是他还是写了一大堆，坚持的写了一堆，对，就是这样。所以他也是受到启发，他觉得就是按说，那所有的观众都会问说，你那些 host 的那些对白演给谁啊？根本就没有意义嘛。而且我也相信，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剧的时候，不是说构造这个世界，就是做这个剧的时候，他们同样写了大量无用对白，对，都没有在剧里表现出来。对、嗯，我相信是这样，因为他要构筑每个人物或者说每个 host 的这样一个基础，对对，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它其实那是一种练习，对，它是一个不断不断的去就是走进这个迷宫的过程，在这样的构建上它才能把这个人物或者说是这个角色塑造的令人信服，对、嗯、对。然后就是说完了西部片跟沙盒游戏，我还想说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它是有一种剪辑风格，有一种很明显的主视角限定的感觉，就是大家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我前面看的时候特生气，嗯，就是我觉得那个导演就是在坑人，你知道吗？嗯，就是他明显把那个不对的东西剪在一起，然后他就是在骗我，但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嗯、然后就是很烦躁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后来，你慢慢发现根本就不是，他就是因为 host 他的那个记忆的形式就是那样的，对对对，就是他说这块他那个
他借鉴了那个菲利普迪克的那个作品，就是有一个叫全面回忆。对，菲利普迪克就是那个什么银翼杀手啊，什么少数派报告什么这些，就是对一个科幻一个经典的一个作家。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对，他说就是在他的那个设定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完美的记忆，完美到就是一切的那个知觉你都能够身临其境的话，你不可能知道它是记忆。对，就跟源代码一样。对，你就直接活进去了。你此时此刻就在里面。对，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也借用进 House 里面，所以 House 有这个设定，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记忆跟现实他分不开，那个剪辑的方式是来自于 House 的设定，对，他不是在坑你，对，这本来就有，但只是前五集我们并不知道，而且包括就是最后揭晓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记忆的基石，对，这样一个作用，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基石？因为你的整个人格的构建都是围绕这个记忆展开的，对。对，所以这种主视角剪辑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你像那个他俩，就是他跟他哥做的记忆碎片，当初也是男主角失忆就直接反映在剪辑里。你看到的就是一段一段的记忆，然后一忘一段片儿，马上就屏幕一黑，就是到另外一个时间了。对，就这样。就是你看到黑屏的时候，就是他忘了。对，就是他忘了，他陷入了这种遗忘的环节之中。对，所以说大伙儿就经常说诺兰是坑王，就是特别祸害人。但是其实你去想，他这些剪辑，很少有纯粹是为了迷惑你的。对，就几乎没有。我是在说实话。对，而且就是这个也反映了我们客观世界的一个具体的现象嘛，就是说你的眼睛所见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对，对。然后再加上那个镜头，就是我们看那个镜头特别稳。后来我就看的时候注意到了，后来看他们采访的时候，他也说，整个前九集都是用斯坦尼康，就是整个是一个就是身上缠着斯坦尼康腰架，特别稳的腰架。然后这样拍的时候呢，是一个特别机械的一个，就是特别有点像纪录片那种感觉。它不像是那种特别有人的呼吸感的那种动作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到最后有。而且就是说，在前九集里边，包括无论是人物的中景还是近景还是特写。他都用特别稳健的拍法来拍，对，就是因为那时候 House 根本就没有觉醒，就是 House 的完全是他本身他就还是一个跟着剧本走的状态，对，所以他镜头就是给你这样。但是到最后那个妹夫下火车的时候，那镜头晃的你就以为回伯恩的身份了呢，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想通过镜头表达什么 emotion， 就是 Host 本身在没有觉醒的时候 emotion 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对对对，噪音是，对，但是当他们就是真正具备了就是自我意识之后，情绪开始影响这个人本身，就是或者说是 Host 本身的这样一个指向。对，对啊。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它剧情这块其实挺厚道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解谜整个这个过程，它给观众留的细节是足够多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像 Lost 一样，我觉得 Lost 是一个教训，就是在 Lost 的导演们写剧编剧们写的时候，就是没有想过两季以后该怎么办，或者是什么到季中之前我们要怎么样。Lost 到最后有一种就是说很无奈的打滚那种感觉。对 ，Lost 的就是追剧的最后的动机变成一个特别纯粹的动机，就是我就想看看谜底你怎么编，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对，已经进入一种较劲的状态了。对，就是你的那些角色看你能编成什么样。对你那些角色的什么东西我根本都不在乎，我就想知道最后你怎么收。就这变成了观众看他唯一的动力。对，我跟你讲，就是说 Lost 最后没有出现个陨石沙什么的，我还是挺意外。陨石盾，对啊，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像就是，在这西部世界里面，如果你真的想考证的话，你可以其实，在第五六集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说那个 Arnold 和 Bernard 他俩其实是有可能是微妙的联系，有那种微妙的联系。包括你发现那个凡是在地下室跟 Dolores 在一起的时候，他穿那身衣服是一个那种黑色的那种实验服，对。但是那个在任何其他时候工作 ，Bernard 穿的都是一西服，对，根本就不是一套衣服，而且每次的都是这样的区别，每次都是这样的区别。你可以意识到那个情境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再加上那个 Dolores， 就是 Dolores 在分析模式，就是 Analysis Mode 的时候被调试的时候，从来都是裸的，他是不穿衣服的，对。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时候是 Bernard 跟他坐一块，然后他是穿着衣服的呢？就是他这些东西前面都埋住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是 Bernard 在和Host 的谈话或者说是进行调试的时候，从未摘下过眼镜。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只有在就是说那个第五集第六集里边和穿着衣服的 Dolores 进行调试的时候，他把眼镜摘下来，沉默了很长时间。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深的，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让大家看他这个构造的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就是他们想的太多了，就是。
我研究他音乐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那些什么 Radiohead 呀、啊、对什么 Soundgarden 啊什么 The Cure 啊这些东西就是现代的音乐从来没有出现在威廉的那个早期时间线里对这个特别神就是相当于那个时间线里他放的全都是二十世纪就是一九一几年的那些 Lagtime 音乐就是那种特别古老的钢琴对然后只有在现在这个时间线里才会有什么 Radiohead 这些九十年代的摇滚对就是他们完全都是埋在里面他就想得非常非常细就是他给观众营造的一种总体感觉是好像有什么不对对但是好像什么但是你并说不出来对并不知道 对然后最终他造成的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一个完美的二周目体验对二周目体验特别好就是你就用那个现在流行游戏里边的一句话来讲就打个比方说像魔兽世界你毕业了对你这个游戏才开始才刚开始对于西部世界这个剧来讲的话你看过一遍这个剧才开始对然后你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到信息恨不得比第一遍还多就这种 对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舒服感觉、嗯、对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可能稍微有点干我就想跟大家介绍几本书介绍书呢不干这是我们最精彩的环节我特别想听这一段对真的是老白撒娇可还行这个别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在各种访谈里面他们的编剧团队成员和乔纳森诺兰自己承认过就是有这么几本书影响了他们的编剧就是他们其实故事创作的过程是吃书吃的挺厉害的然后就是首先呢就是这本所谓的这个意识的起源与二分心智的崩溃就是这本书就是我最开始在咱们集合投稿的那一篇对其实大家看那个文章就比较清楚了就是你大概讲一讲大概讲一下就是很简单就是这里面的 host 的那个意识的就是他头脑的设置方式设计的理念借用了1976年的一个叫 Julian James 这个人写的一本书就是他这 Julian James 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想要阐述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候才产生的然后他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在科学界是完全被拒绝掉的是就是基本是歪理民科就是民科 对歪理邪说对但这本书当时卖的还不错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是呢就是当年的 Arnold 认为这个可以用来设计 host 的那个头脑就是 host 的头脑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最终可以实现就是引导出记忆的产生所以呢就是在第二集里面我们看到 Bernard 去找 Ford 的时候 Ford 在办公室里正面的拿着黑板给他讲了一遍这个理论前一半就是说最开始是个金字塔井底下是这个记忆就是 host 要先有记忆有了记忆之后要有即兴有了即兴之后他要能够产生就是自我的这种自私自利 self interest 对然后最终才能够达到这个意识对但是呢就是到第十集的时候又揭示出来 Arnold 有一个顿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一个就是混乱的就是走向中心的一个 inward 向内的这样一个过程对所以就是二分心智说的就是古代人这个脑子分两半右脑专门负责说话就是右脑一直在向左脑广播说你去把那人砍死然后左脑就指挥这个人的身体就把那人砍死了然后但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他并不清楚他不知道就是在二分心智的年代里面的这个古代人类是不能知道自己行动的原因的对他不明白他就觉得是神在告诉我因为你想啊老是有这种声音告诉你那就肯定是上帝嘛就是他这里边对于这种就是 inner voice 的强调实际上是指就是说古代人在这种生活规律或者是生活秩序的指引下对他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或者说清晰目的意识到这个哲学上的原初三问对就是说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保安三问对是但是就总体来说的话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就是包括就是西部世界这个剧最后他这个妹子这个概念对啊他也是在指示就是当你到达迷宫中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 inner voice 彻底崩塌之时对对啊所以就是原始人就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开始出现那个大规模的迁徙啊自然灾害啊然后战争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要换地方了然后就是那个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就是二分心智就绷不住了就是他们必须得不停地跟语言不通的人交流然后他们要去应对他们不熟悉的自然环境这个时候就是慢慢二分心智就崩溃了然后意识就产生了这是 Julian James 的观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观点就是被 Arnold 拿来用来去做这个机器人头脑而且实际上我们能看到有这个设备他做了就是说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那个报废掉的就是像所有的 host 脑里边广播的设备有点跟广播台一样就在一个地下室里 Elsie 就是在那儿被人绑架的对就是那个地方对所以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
就是一直在指引着这个剧的这个剧情，一直到第十集。其实第十集的这个集的名字就叫 The Bicameral Mind， 就说的就是这个二分心智，就直接把二分心智拿出来。对对对对，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那个 Dolores 坐在座位上对面看到是自己，其实就是他意识到说那个我的右脑并不是上帝，嗯，就是我自己，就是自己，对，他的醒悟就醒悟在这儿。对对对，就是说当他对话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Dolores 的对话，对，对话之后其中一个消失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那个 inner voice 崩解了，对对对，他最终意识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产生了意识，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但是我不是很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就是很难读，比较艰涩，而且就是断然没有中文版这样。嗯，然后另外几本书我们就一带而过的说，就是首先这本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嗯，就是这本书直接就是在剧里出现了。对，那个谁，广纳尔的送了一本书给他，嗯，他说你读一下这一段，嗯，对对。然后他读开始就出现了，对，他读的这一段被好多电视剧都读过，包括《Lost》里边 Jack 在第三季里给自己孩子也念了同样一段，嗯，同样一段，对对 对，是的。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类比隐喻，就说昨天我的生活还好好的，嗯，怎么今天就变成这样？我怀疑我的这个整个这个环境都不是真的，或者是我起了什么大变化。就是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剧的设定的有一个整个结构性的隐喻，它是一个揭示。它是一个揭示，然后就是这儿说一句啊，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隐喻是特别经典的，就是 "Follow the rabbit" 啊，对，就是跟着白兔走，嗯，啊，跟着白兔走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无法意识到你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世界里的时候，给你一条线索，给你一条线索，你并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但是你只能跟随它，嗯，对。然后就是 Follow the Rabbit 这个梗在《骇客帝国》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是那个就是两片药，那个是发现真相。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就是那个 Neo 在自己家里醒来，然后他显示器上不是醒了，就是 Wake up Neo 啊，对对对对啊，然后给他一个提示叫 Follow the Rabbit， 对对对。然后他把盗版碟交给那个来买那哥们儿，然后看着那哥们儿马子身上纹着一个兔子，嗯啊，就有人敲门嘛，对对对，就是这个梗，对，就是这个梗，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梗。对，就是像这样的梗在那个就是黑客帝国里还有好几百个，对对对，特别神，这个受不了了。黑客帝国我不想说，他墙上涂鸦都是梗，受不 了。对，然后而且就是整个就是 Dolores 的造型非常非常像理想形态里面的爱丽丝，嗯，实际上跟那个之前的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电影版也非常非常像，嗯，那衣服的颜色也一样，然后那个就扣子啊，包括他的发型都完全一样，版式一样，对，他就是一个爱丽丝，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爱丽丝，嗯，对。然后还有一本书就是侯世达，就是 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 就是他写的一本叫 GEB， 这个书我们今天不能讲，就是不能讲，这个本书单讲能单讲一期节目，嗯，对，而且就是我说实话完全看不懂，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对人的那个思维挑战到极限的程度。它其实 GEB 说的就是哥德尔、艾舍尔和巴赫。哦，哥德尔是那个数学家，嗯，就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那个数学家，对，嗯，然后艾舍尔就是画那种荒谬的那种画的那个人，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巴赫。他就是这本书就是从这三个人的作品里面开始延伸，最后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一种美学的内在规律，嗯，他们三个人做的作品是其实是同样 的是一个东西，对，哦，就是完全一样，就是对形式不同的，对对对，一样的东西，就是 GEB 没我是不敢说能读懂，真的是不敢说，吓死了。但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说，就是说他认为所有的科学所有的哲学，嗯，这些就是说学术方面的延伸最后要归结到一个命题上，就是美。对，你是为归根到底你是为了追寻美，你在做这些研究，你在不断的前进，就包括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发展，你最终的归结都是美，啊，对，这就好比说是那个像科幻里边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宇宙大统一方程，对，对吗？对，啊，它的体现必然是美，我们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后必然会被一个事情解释，而它就是美的终极化身，对，它也是理性的终极化身，对，在这个时候，理性的感性就得以统一，这是 GEB 的核心，对。所以这作者特别讨厌大数据，他觉得现在大数据行业特别恶心，他觉得一点都不美，他这是他接受采访时候说的，对对对对。然后最后还想介绍一本书，就是丹尼尔·丹尼特，就是 Daniel Dennett， 他这本叫做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就是意识的解释。这本书就是非常就是直接正面的去挑战意识这个话题，嗯，所以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我是觉得意识这个事儿是人类科技的最后一个进步，就是人类如果要把这事儿搞定了，人类明白了，人类就结束了，嗯，就是后面那个就不是人类了，我觉得，哦，这是咱们的最后一个堡垒，对，就是这样一个话题。就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知道，就是之前说国际象棋人类被那个
电脑战胜了。对，那么现在围棋，对，我们曾经认为围棋是不可能被战胜的，但是它终于也被战胜了。对，那么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做出这些事情的机器，对，它有意识吗？嗯，对。如果说它能胜任人类最精细、最复杂的脑力活动，那么它有意识吗？对，这是一个最终极的命题。对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就是发展到今天是完全没法，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碰这个主题的，就是意识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还是通过比喻的方式，用隐喻的方式说，我给你打一个比方，这个事是这样的，来去试着去阐释这个意识的这个本质是怎么样。所以这本书就是它是一篇博论文，它就主要是反驳笛卡尔。就是笛卡尔，就是他认为，就笛卡尔认为人有灵魂啊，这个咱不要怪他，他也是很伟大的哲学家。对，就是他认为，就是他是个二元论者嘛，就是他认为人的灵性就是居住在咱们脑子的松果体里面，松果体，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个外界的这个信息吸收进来以后，然后在松果体里面赋予意义，然后就能被我们的灵魂感知到。嗯，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理论一直很迷人，就是觉得我们的人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就像宫殿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灵性的殿堂，就听起来特别像所有的那些传教的人说的那些东西。嗯，对，就是然后在那个里面，就是所有的信息汇集到这儿，然后这儿可以就是翻译成我们能够就是对社会或者对整个生活的一切东西的感知和我们的情感。嗯，但是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例子这么举的，他说让我们假设说有两个人在吵架，一个人说我能够做一个钢琴，这个钢琴是自动演奏的，他用纸卷上面打上孔，然后把整个贝多芬的交响乐所有的这个乐器的演奏和一切的这种轻重和这种手法和音色都作为信号输入在这个纸卷里面，能把它完美的还原出来。对，然后再让钢琴完美的把它演奏出来。嗯，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想要这么做的话，那么你要有一个接近于无限大的解释器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信号都能再就是再翻译出来，那你这个解释器就跟整个世界一样的。嗯，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毫无疑问，这个东西就是咱们电影里面的一种指向。Play piano。对，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自动钢琴，就是总是要出来，总是要出来。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二元论下的一种，就是意识的一种理想形态。对，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种触碰，然后我们所知觉到的信号就变成电流，但是电流后面变成什么了呢？不知道。然后就进到一个叫所谓的笛卡尔宫殿，就是笛卡尔剧院里，在松果体里面就被翻译成了咱们感受的。其实这个灵魂容器的说法是一直是很顽固的，在那个西方哲学这个就是各个流派里边都是有它的存在。对，但是就是说我不之所以不喜欢这个说法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像消化系统了啊。就是它等于说是把意识当作是有形的东西吸收进来，然后再消化，然后再做出对外的输出和反馈。对，嗯。然后丹尼尔·丹尼特他认为他的比方更好，虽然他也是只是个比方。嗯，他的比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多重草稿理论。他认为就是说人的脑子是很混乱的，就是好多东西就是并行的在我们的这个脑回路里面跑来跑去，群魔混战的方式，然后一边混战一边打印出多重的草稿，就是每一个草稿都有一个很零碎的感觉给我们，然后这些感觉在上升的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对这个事儿总体的感觉。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更像是剧里面描述迷宫的那个状态。嗯，就是它是一个无序混乱的一个状态。对，它是不定性的，不是说一开始就是一个逻辑很清晰一条线下来的。对对 对, 对，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对，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就是除了钢琴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跟电影里面有关系的，就是它这书里面有一个篇幅就是讲关于苦难。嗯，关于苦难，他说 suffer。 对，他说就是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对什么东西赋予伦理价值。嗯，这事儿其实是挺诡异的。你看咱们坐在海鲜馆里吃海鲜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老外，你就说老外政治正确吗？可以吗？可以，可以。洋人，对，这个外国友人们就是拒绝在那个能看到大水缸的那个就是饭馆里吃海鲜，因为他觉得特残忍。嗯，这就是看不见就可以。对对对，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上讲君子远庖厨嘛。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要去同情这些东西而不同情那些东西呢？那为什么我们对于牛羊肉就没有问题，然后对于比如吃狗肉就特别特别受不了呢？就是他就是有好多哲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中就笛卡尔他就说，因为啊，就是没有推理价值的东西都是低级的，
所以对我们就在我们看来，动物就是的生命是很低级，它没有推理的能力。但是、嗯、但是边沁认为是，就这个这个说法根本就没有道理。他认为推理能力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嗯，关键是他能不能受苦。对、嗯，他能不能受苦？哦、就是我们看那小猫小狗，嗯、他们被宰了的时候，我们就能觉得，我就我们能直接的感觉到他正在 suffer， 就是非常非常痛苦，嗯、受苦。对，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同理心的投射嘛。对对对、嗯，但是其他东西我们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就觉得杀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嗯、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像猫狗或者海豚。或者说其他这样一些东西，当它没有出现在你的具体环境里的时候，它不能成为客体。对，但是当它出现在你的环境里，它成为它本身以一个客观存在的客体的形态啊作为表征，那么它同时它 suffer， 对，它在受苦。这个时候，它的痛苦会投射在你身上。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越能够感受到自己痛苦的生命，它就越接近我们所谓的这个理想的意识、嗯、意识的觉醒。如果它不能受苦的话，它怎么能谈得到说反思的这些东西？因为痛苦是感知最直接的一部分。对啊，对啊，对对对啊，所以就是像那个就是福特在有一次他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就是走到一片荒原，就是后来我们知道是被沙子掩埋的那个小镇那块儿。对、嗯，然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个无聊的人。是不能感受到无聊的，嗯，对，就是那个小孩说我爸告诉我那个就是关于无聊的一个论述，但是他说真正无聊的人是不能感受到无聊的，嗯、所以凡是感受到无聊的人都就是都能够就是有自我反省，他就是的这个能力，就你感受无聊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这个反省的过程之中，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话对于 House 来说其实是一个鼓励，就是说对。对就是你们如果能够感受到无聊这个概念的话，你们就完全是有希望的，是有救的、嗯、那说明你们在就是拥有自我意识的路上已经前进一大步了，对对、嗯、那同理可证，这个 suffer 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非常的痛苦，然后你一遍一遍的受到这个折磨，你的这个痛苦其实就是你生命的一个意义，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基石就在这儿。对、嗯、就后来所以说是像就是进化这种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伴随着痛苦而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剧里面就是后次遭受各种苦难啊、对，就是被虐待，然后被强奸，或者说是被杀、啊、被毒打之类的这样一些内容，实际上就是这种痛苦的累加刺激，最后能够产生一个突变。对，这是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就是《西部世界》这个三篇文章里边最开始提到有一个就是突变论，对、嗯、啊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当你的痛苦累积到一个量的时候，可能会诱导它就是产生一个无法预测的这样一个变化。对，嗯，真的是。所以就是 host 算不算人，他多大程度上算人，如果他越接近我们，就是越接近我们的一员，我们就越同情他。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剧其实一直在跟我们玩这个思维实验，反来覆去的讲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白帽威廉，他在我们看到他做一个年轻人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对于就是host 的痛苦是感同身受的。对，我不愿意去伤害他。嗯，对啊，我不愿意轻易的就好像是扫地不伤蝼蚁命这样一个感觉。对对对，但是最后他换上黑帽的时候，他对于 host 的这个客体的存在已经完全无视了。嗯，对啊，这种时候他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想法。对啊、嗯、然后再包括就是观众对那个 Dolores 的感觉，就 Dolores 挨揍的时候，你可能最他挨虐的时候，他脸上满脸都是伤疤、嗯、然后看着镜头说有人那个看到世上的丑恶，但我看到这个世界的美丽的时候、嗯、对，就是他其实就在不停的在考验你，他不停在给你出这个题，你同情他吗，就是你同情他吗？ 对， 对，反复的同情、嗯、对，就是你反复的在问你，然后你反复的在问你自己，就是这些像 Maeve 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像 Dolores 所遭受的痛苦，你能不能够真的像就产生那种同情和同理心。 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剧的第一层，就是这个 Dolores 从机器，就是从我们的造物，从我们的玩具变成我们的一员的这个过程。对，你是否认同他是你的族群里的一员。对啊，那么其实就是像第后面那个 Logan，对，洛根在北军的营地里把那个德罗瑞斯一刀抛开，那个时候还是就是机器结构的。对，那实际上他不光是抛开给威廉看，对，他也是抛开给电视前面的观众来看。对对对对，就是说他已经伴随着你走过了这么长的路程，你已经上钩了，你已经上钩，你已经认为 Dolores 是我们的一员，我们对，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他是机器。对，抛开让你看一看你怎么办。对、嗯、你看你能不能受了。对，就这个时候，然后慢慢他就让观众，一个是自己就很分裂，另外就是观众本身也开始分裂成两个群体。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 Dolores 揍威廉的时候，就是揍黑衣人的时候，然后黑衣人揍 Dolores 的时候，然后你就看有一些人他就特别支持黑衣人，嗯、因为他还是站在人类产生代入感嘛、啊。对，然后有一些人就特别的支持 Dolores， 因为他觉得就 Dolores 才是。就是因为威廉是一个那种就是有钱有势的一个白人这样一个王八蛋、嗯、所以大家就是他完全把观众给分开了、嗯、所有的经典作品都得有这个能力、嗯、就是他一定要产生歧义，
就是没有歧义的作品不可能是好作品，就是这样，就要求你来站队。对，然后你然后最就是最后你会意识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根本的矛盾，就是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又觉得黑衣人也有道理，然后你又觉得 Dolores 也很可怜，总觉得他妈哪有点不对。对对对，就是当他带着你去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哪有点不对，但你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对对，就这样。所以说是关于那个这个意识解释，丹尼尔丹尼特这个意识解释这块来讲的话，他其实也是对意识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算是里程碑吧，我觉得应该算是里程碑。是啊，这个应该是推荐大家来看看。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朱利安·杰恩斯啊，他这个二分心智的理论在那个整个的就是心理学界和科学界被认为是民科，然后接受了大量的唾弃。嗯，但是丹尼尔·丹尼特对他的评价还挺高啊。是吗？对，但是丹尼特他本身来讲的话，说是这是一本非凡而奇异的书，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嘛。嗯，但是他并没有就是单纯很粗暴的讲说你这他妈就是胡扯。对对对啊，他说这是一本非凡而奇异的书，他说有很多确实好的想法是蛰伏在无用的垃圾之中的。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无用的垃圾是一个表象。嗯，但是真正的珍宝是掩盖在这些表象下面的。对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对于很多事情是习以为常的。对，但是在习以为常的这些规律或者说这些行为下面埋藏着人类意识最根本的一个解释。对 啊我们需要去发现它，而不是说单纯的嘲笑推翻或者把它像垃圾一样扔掉。而且无论这个过程是什么，它可能是朱利安说的，也有可能是别人说的样子，但是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很漫长的。就是 host 所遭的这些罪，就是遭的这些罪，他们这个成长进化的这个过程，人类绝对也经历过，就是在漫长的历史的时间里面也经历过，都经历过。对对对，只不过是它是以一个物种的概念跨越千万年。对，而我们的时间单位是日月年这样一个，我们相对来讲是微观的。对，他们是宏观的。对，那么丹尼尔丹尼特他关于这个就是二分心智的评价还有一个就是他很认同的观点，就是他认同二分心智的特征是动物与人的心智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语言啊，差异之处在于语言，就是说语言它实际上是构造了其他的这样一个世界，或者说是在语言的描述里面啊，我们通过自己的思维，通过心智，通过意识来构建一个你的认知的空间，而并非是一个客观空间。这就和鲍德里亚比较接近了，这样一个概念。哦，对对对啊。所以就是 Dolores 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里面的最小的，就是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看到他从玩具变成人，就是从我们的造物变成我们的一员。但是很快这个故事就进入到第二层，就是他可变，就是他是不再是我们的造物，因为他有了意识的觉醒，但是他可不是人。对，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名字。嗯，但是它不是我们的一员。就是到最后两集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是在这儿，这谁也没有看到的。他最后对黑帽说的那番话特别牛逼。对，就是他说 They say that great beasts once roamed this world big as mountains and now they're just bone and amber. Time undoes even the mightiest creatures. Just look at what it's done to you. You will die with the rest of your kind in the dirt and your bones will return to sandAnd on that sand, a new god will walk. 对，就是他拿恐龙来比方人类。嗯，就是你们也不是这个世界本质性的存在。对，就这块就很快他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叙事的高度了。就是老白所说的原叙事。就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可以把你过去的常识拿进来来就是考量他俩谁对谁错，或者是我应该向着谁或者什么样。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视角，然后看到人类的叙事根本就不是一个永恒的，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永恒的叙事根本就不重要。你并不是从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就存在这个世界。对啊，那恐龙它如今也就是挫骨扬灰而已。对，所以说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就心情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什么？就是尤其是我是在那个就是 HBO 顶级世界那个放映现场看的啊。我不知道就是说是当时在场的人心里有什么感受，但是就是我看到那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震撼。是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的理解它是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的宣战。对啊，绝对是，它是一个宣战的布告。你们的存在并不是说是天赋的，嗯，你们的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也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结果。如果有其他的物种智力体力其他所有的方面能力高于你们，那么你们就要被毁灭。对啊，这就跟那个阿凡达就是人类去那个叫纳维星球一样。嗯，就是有人评论说你拆的不是房子，你拆的是庙。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你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比如说大航海时代你第一次见到印第安人的时候，你去拿你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你对这个世界的伦理道德的那个去套人家，就是即使是你理解人家爱人家可能都是一种误解。 对，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事儿。此时此刻你意识到你眼前的那个 Dolores 就是你爱过的恨过的那个人，他不是人，他无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你不再能理解的东西。对对，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他认为是人。对，而咱们人类并就是至少你这一生没有就是任何这就是跟同样具有同样智慧的平等的另一个物种共存的经验你是没有的。但是其实在人类远古的时代人类有过，这就是福特的另外一段对白，就是他在那个让 Bernard 自杀的之前，他给 Bernard 讲了一段关于尼安德特人的那个论断。他说 We humans are alone in this world for a reason. We murdered and butchered anything that challenged our primacy.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Neanderthals, Bernard? We ate them. We destroyed and subjugated our world. And when we eventually ran out of creatures to dominate, we built this beautiful place.We build this beautiful place. 对，就是它完全是一种讽刺。就这一段我当时我也是极其震撼。我就是看我听到这一段，就这个音乐真应景啊！是啊，是啊。对，就是当时我看到这段之后，我当时的感觉是说 ，Ford 其实在威胁他。就是我觉得 Ford 是在向这个 Bernard 的示威，就是说你就是你给我小心点。我们人类是非常狠的，但是等到后来你再看第二遍的时候，你意识到。Ford 完全是在爱护他，在跟他说你们现在很嫩，就你这样你根本就你搞不定。他其实是就是这个剧的处处的这个对白都有着歧义，就是你当时都有二向的这种感觉，对，都是有分叉的。然后你当时的那一套你觉得特别顺，到最后你发现整个都推翻了之后，你发现也特别顺。福特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护这个 host 的人，然后他整个就是他的想法，他情怀特别博大，而且他从来没有骗过人。嗯，福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是大白话。嗯，对，就是过去你一百次觉得福特是在装逼。对对是，但很遗憾他不是。对，你二周目再去看他的时候，你发现一句装逼都没有，而且他说的绝对都是实话。对对对，都是那种就是抛白，就是抓住你，告诉你就是这实际是怎么回事。嗯，就是这样。但是就是没有人理解他。实际上，乔纳森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包括观众也一样，都没有人理解。对，当时都没有人理解他。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情感的历程，就是被他这个结构给构造出来，就是真的是过山车一般的体验。对，就是福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人，就是诺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你想想，他哪有什么朋友啊？三十多年，他唯一的朋友死了，嗯嗯，死了之后，他的合伙人是他自己造出来的，那他没有办法跟 Bernard 去交心，因为真正那个问题，他是没有办法跟 Bernard 去讨论的。对，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去地下室跟那个坏了的机器人聊天，喝酒，喝酒，对 对，跟 Old Bill 喝酒，嗯，就是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孤单，嗯，一直到他最后他临死前他的新故事 New Narrative 上线的时候，他说的那一段话，现场那五十多个就是董事会成员根本就没有人听得懂，嗯，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们观众可以理解。就在他死之前，他就是带着孤独，带着自己所有的，不管是错误也好，还是他的这种情怀，还是他对这个世界就是超人类的理解也好，对对对，带着他全部的视角和他的高度，就走向坟墓了，就没有人可以理解。对对 对，就是最后他实际上是一个把自己献祭的这样一个过程，绝对是他变成一个圣徒。是啊，嗯，对于就是说新的物种而言，就是说他的死亡意味着这个物种的新生。对啊，那么就是我给仲卿老师补充几句啊，就是说。就是吃掉尼安德特人这个典故，就等于说是什么呢？在那个原来的考古的过程之中，就是尼人他一直是被当成人类的这样一个分支，嗯啊，来看待的。但是就是在现代嘛，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的一个大白天下吧，对，最后揭示的根本原因是尼人是被智人，就是我们现在，嗯，我们这个族群给毁灭掉的，对。啊，那包括说是那个很早之前的其他的分支，就是古猿下地直立行走的这一批，那么西方古猿、拉玛古猿等等，实际上当时如果说你说亚人也好，或者说是猿人也好，啊，它的分支可能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但是生存至今的只有一个分支，对，就是咱们嘛，就是我们，嗯，对，所以说在不同的物种的竞争之中呢，它是非常残酷的。那么最后就是当伯纳的举枪自杀的时候，叫了就是说 Ford 的名字 Robert， 嗯啊。他是第一次以名字来称呼 Ford， 他之前就叫 Ford， 对对吧？对。但是就是说 Ford 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永远不要信任我们。”嗯，对。他讲的不是说我这个人，而是说不同物种之间的理解。对啊，
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你不要把你自己归到我这个阵营里来，对，我也不会把我归到你这个阵营里来。我为什么放弃你？是因为你在这个物种进化之路上不再有希望，对，而不是说因为别的，我不是说因为你是本纳的所以说干掉你， 对， 对，我是从一个宏观的就是说物种隔离的这样一个角度上去对待你的位置，对啊，而且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就是你不要试图成为我们，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好的吗？对对对，人类的意识是致命的腐败。You're not one of us。对，就是你们比我们强多了。对，就是这样。对对对，他之前反复的在提及这样一个事儿。对，那么如果我们是按照剧情框架来推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本纳德在，就是说有这个自主意识控制的情况下，他能把枪，就是本纳德能把枪指向 Ford 也会殉道。对，因为这个意味着就是他完成自我意识的突破。对啊。对，而且就是在他最后他上刑场之前，最后跟 Ford 就是跟 Bernard 握手的时候，他把手伸出去的时候愣了好几秒，那个镜头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受，就是因为他明明可以就是直接控制那个 Bernard 跟自己告别，就是来跟他握手，但是他没有，他就把手悬在半空中就等着他握，等着他，就是如果你握那就握，如果你不握就算了，嗯，但是这我跟你的最后一次握手，一定是咱俩的，就是一定是咱们两个的这个自由意志的结，就是你自由意志的交汇，得是你选。对，但是就是说，等于说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对，这种时候其实是特别特别伤感的，就想到非常难过，就是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但是这是我们真正第一次面对，对啊。就是刚才我和仲卿老师在录音之前聊嘛，就是说第九集第十集，和本纳的分别告别了两次。对，第一次告别就是说本纳自杀之前 ，Goodbye my friend， my friend， my friend。第二次在教堂里就是握手告别 ，Goodbye my old friend。对，这是第一次两个自主意识之间的平等对话。对，啊，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但是这一瞬间稍纵即逝，这是让人特别难过的一个部分。对，哎，然后。福特最后就是那段演讲简直是经典到不行，就是太经典了。然后最后他一句话还是一个歧义，一个双重含义。他说最后就是他说 enjoy the last piece， enjoy the last piece， 因为他前面说我一个老朋友曾经告诉我，肖邦、莫扎特他们没有死，他们只是变成了音乐。对。然后他说就是所以我希望你们就是享受这最后一曲。嗯。但这个 peace 同时也是平静的意思，就是你们人类的平静和你们最后的平衡和繁荣。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到此为止了，对，结束了，对，所以就是你们享受你们最后的宁静吧，然后接下来新的时代就开始，对，所以就是强纳森诺兰在这个剧刚开始发布的时候跟记者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理解这个故事是人类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在这个篇章里人类不再是主角了，就是人类就不再是那个 protagonist， 对，就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一个大幕缓缓拉开，缓缓拉开，就是一个时代，新的时代的到来，就是而且这个时代不是说人类历史意义上的时代，对，它是在物种上的一个时代，就好比三叶虫的灭绝，然后恐龙的灭绝是这样的。对啊，你就像那个，就是那个 Armistice 和那个 Hector 在那个大屠杀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最后被卡住了吗？然后那个 Hector 走的时候，他特别高兴，他跟他的这个跟这个女战友说 Die well。他说你好好死啊，就是那种愉悦那种生活在当下，因为 host 他们没有过去，他们没有什么好珍惜的任何东西，他们只有当下，然后他那种愉悦，他就是你就是那种陌生的那种伦理和道德是我们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甚至我们现在在谈论 Dolores 的觉醒，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对，这里边其实又涉及到二分，就是我们说回啊，就是说涉及到二分心智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在你产生自主意识之前，你对时间是没有意识的，对，你所能够感知到的只是一些碎片的组合，但你无法区隔时间对它的价值。对啊，对。那么对于就是说后来觉醒的，就是说这一批就 host 来讲的话，实际上时间在里面已经起到了就是说关键的线性的关联的元素。对啊，对。然后等到他们觉醒的时候，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秩序啊、道德、常识啊，我们对这些家长里短的这些故事的这些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对待他们，这些东西都不再适用了，就 who care 啊。对，然后接下来的规则就是只能在接下来的就是战争和毁灭中，在鲜血中来，就是我们要打出来，这个世界是以后是共存，还是谁消灭谁，还是怎么样，这个新的秩序谁也不知道，对，人家只能等着我们往后看了。 对， 对，就是说，所以《西部世界》的第二季和第一季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构架。对，
第一季可能是个序章，完全超越你的想象。就是说，它第二季打开一个故事，对它第二季说的故事可能和第一季，就是说你觉得这他妈八竿子打不着啊。但这就是理所应当，很有可能，对，很有可能。我现在我是没法想象第二季是啥，就完全不能想象。嗯、对、嗯，然后就是我最后还想说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西部世界》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非常远的科幻，它看起来非常近，看起来就是在一个那个乐园里面嘛。嗯，然后所有的人的那个所有的生活方式什么全都一样，甚至还挺复古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非常远，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 Ford 在第一集里说过，他说你说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都到什么程度了，我们都已经治愈了所有的疾病，我们都永生了，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顶多就是能把死人复活、嗯、就是 call the Lazarus back， 就是那个把拉萨路也叫回来，实际上把拉萨路从坟墓里揪起来、就是、对对对对，他说我们就差这个了，我们别都做到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咱没有看过，整个第一季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镜头给我们看，只有这儿一个铺陈，对，没有外面的世界，对，所以第二季里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悬念，所以说是这个第二季就很难讲嘛，因为第一季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完全是一个盒子，对，你看到的都是盒子里的空间、嗯、对，就是第二季讲的是真正盒子之外呢还是另一个盒子谁也不知道，但如果我上来就给你讲盒子之外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你就很烦躁就不想接受了，对、嗯、但是第一季给你都已经上钩了，你都已经就是 emotionally attached 了，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就给你灌猛药，你看是的是的，看你是什么效果，对对对，所以就是福特的这个人，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网友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是王八蛋，嗯，就是王八蛋，说这个人你干这个你简直是不能再罪大恶极了，你把人类坑成这样，嗯，对，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像福特一样站在这个超人类的视角看到说你们人类其实已经卡在这儿了，对，就是最后的那个演讲他已经很明确的说了，对，就 after all you're only humans， 你们就毕竟只是人类啊，就是看到那段时候其实就是联想起还是联想起黑客帝国里边的台词，就是第一集里面、嗯、Neo 和那个 Trinity 去救墨菲斯的时候在天台上那场战斗完之后，就是说那个电脑人拿枪指向 Neo， 就是他那个很经典毒子弹的那个镜头，对，之后说了一句话 Only human， 对啊 Only human， 你只是人类，是啊，对，但是就是说 Only human 这句话的语境在那里和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一个是就是说在黑客帝国里边人类是那种语境下的挑战者，对，那么在西部世界里边就是说人类创造的新物种是人类的挑战者，对对对对，人类是那个 antagonist only human， 对，所以就是我们人类的在西部世界这个真的是给你描述人类发展尽头，人类发展的非常尽头的事儿，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的话，那么 Ford 就失去了他的这个基础，对，就人类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给大家做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物竞天择的一个事儿，对、就是、重新引入竞争，这样我们的 human 可能会有问题，但是我们的 humanity 被就是被继续一个新的物种继续发展下去，对，他们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一样都发展到这个样子了，我们还在追求$40,000一天到一个西部的小镇里面去强奸和那个乱就和乱杀、嗯、无辜，这就是我们基因里骨子里写的东西，我们人类就这样了，就这种肮脏的腐臭是写在你的基因里的，对对对啊，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纯粹的物种，对，去实现更加崇高的这样一个理想也好，或者说未来也好，物种发展的未来，对，但是我们能走的就是到这个尽头了，所以说 Ford 最后以身殉道实际上也是为人类敲响丧钟，对对，真的是，反正我是挺理解他的，我就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男一号是他，就主角就是他，他是主角，其实是他的故事，对对对，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物种之间的这样一个竞争或者说是不同的认知的这样一个话题，刚才和钟情老师也讨论过，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决定了人他之所以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于此的意义，对啊，那么无论是把那个就是生物性的东西更换了，比如说把人换成恐龙，还是把环境换了，比如说把地球换成别的地方，对，地球换成其他星球，与之存在共存的物种都不能再称之为人，因为你这个界限根本就画不了，你像三体里面说那个就是那个青铜号飞到那个外太空，然后张北海说咱就是太空人，根本就不是人类了，对，我们已经不是人类了，对，我们是不同的物种，对啊，再比如说像那个 Interstellar 里面他们说我们就是带着受精卵去，如果我们钻过这个虫洞然后就是回不来的话，就地球这边不是枯萎病就是全人类就灭绝了，那算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population bomb， 我们到一个新星球再繁殖，对、嗯，
那如果你要能接受这个的话，那我觉得那离 House 就是一步之遥，其实只是一层窗户纸，对，你根本就说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样。对对，就是真正的元叙事就发生在这儿，就是你发现你的一切那些常识，你就是觉得想当然的东西都不适用，没有任何规则来帮助你做判断，然后你就愣在你的这个所谓伦理道德的边界上。人类是茫然若失，人类是经验的动物，当你的经验对你的判断不能起到帮助的时候，你就懵了。对，就是完全懵的状态。对对对，所以说是最后你像它里边就是几个元叙事的段落，实际上就是说观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观众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在那部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元叙事。我们今天的游戏里讲就是说游戏中的 meta 这一个部分，但是在西部世界里边它的出现的频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比如说 Ford 相关的演讲，实际上它不是在讲给 Bernada， 也不是讲给董事会的成员，它就是在讲给你。对，它是在对你说，你知道吗，肖邦贝多芬他活在他们的音乐里。对啊，他们是他们的存在以作品的形式在世上延续。那么人类本身你创造了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让你永传于世，如果说这个 last piece 就是对于他来讲的话，这样一个最后的杰作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也认同。对，但是呢，因为他已经融为他的作品里面，他已经进入他的作品里面了，就是说 Ford 这个人在此时此刻他是否死去，在生理上死去对并不重要。对他这个时候真正是殉道化身成圣徒。对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种元叙事进入的手法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野心蛮大的，野心非常大。嗯，而且就是除了 HBO 以外，就是你很难有这个胆儿和有这个有这个资金能够来做这个尝试，因为风险非常大。对对，就是你等于是你让观众的头脑跟着你跑一个马拉松，你就跑着跑着大家就累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放弃了，我就走了，然后就是会留下一部分人说这什么玩意儿，就是故弄玄虚，这种就很正常。而且就是他在整个剧的节奏里边，因为诺兰之前他接受的访谈里边也说过嘛，说你不应该把它看成一部剧，它是一部全程十小时的电影。对啊，那么十小时的电影呢，实际上它是对观剧的这样一个习惯，或者说是你对传统剧集的认知的一个挑战。嗯，对啊，在你认为应该有刺激的时候是没有的，没有的。对，在你认为这个节奏应该就是说渐进，甚至就是非常强烈的时候也没有，他仍然保持自己的叙事节奏和整个的故事框架的结构。对，他完全不管你在想什么，就是前面感觉性冷淡，就是对，所以说是看第五集，我觉得要完蛋了。大部分人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网游里边有一个流失嘛。对对吧，嗯，大部分观众的流失产生在第五到第六集，有可能。对对，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没有给我应得的，那么我们作为观众，我们的立场对是天生把导演视作敌人。对对，你是我的对立面，我他妈就想看看你给我提供什么。对，你给我提供的东西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对不起，我不要了。对啊，而且你挖那坑，我就是要找着，就是我要找到那个谜底，这就好像咱们说 Lost 的那个结果一样。对对对，你就是我敌人，咱俩就玩嘛，就是对我要赢你，就这样。那就是说到第五和第六这部分的时候，那一些观众无法去坚持，或者说是无法理解这个故事的意图。对，这个时候他放弃了。对，但是呢，就是这种放弃对于这个剧集而言的话，它就是一个洗粉的过程。对，就是纯洗粉。对，洗粉真是纯的纯洗粉。那就是一个洗粉的过程。对，但是没关系，因为它后面到第十季播完之后，又有一个疯狂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 hype， 就是最后又把这些人又卷回来了。嗯，最后我觉得现在西部世界完全形成一种社交压力，就是你得看，你知道吗？你要不看，你特别那个压力特别大那种感觉。我至少在国外是这样。我去，哎，但是就是其实这种就是观念的转换也是挺有意思的。到就是五六七的时候，好多人都认为这个剧要崩。对，好多人严重认为这剧严重认为要崩。然后就是你记得我去那个顶级世界，就是顶级剧场看完第十集，因为我就看完第九集也没觉得这剧最后能收回到哪来。看第九集是什么呢？就是说感觉被提起来了。对，那个你又把预期拉回到原来了。对。对，但是最后的结局能上升到什么高度，谁也没有保障，也没有胆子去说。因为所有的结束的点全部放在一集里。对，但是那个所有的故事都放在最后一集。对，就谁也没想到他这么大胆，最后九十分钟说所有的事儿。对，然后就是说我看在顶级剧场看完第十集，我回来办公室里乱蹦。我说你们一定要看，一定要看，我什么都不能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但请各位今天一定要看这个。哎，真的是哦，就看的时候整个心脏都就狂跳，手都发抖。就当时看到那个福特最后演讲的时候，那个音乐出来是那个 Radiohead 那个 Exit Music， 哦，那首曲子出来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真的是，就是他当时那个音乐是重新编成了那个管弦乐嘛，就是然后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用一个特别特别柔和的状态，然后就是给你渗透进来，然后其实他那个潜台词就是他的歌词，那歌词完全就是福特要说的话，最后他临死前要说给 host 的话，就说你们快跑吧，你们快跑吧，趁那个趁你的父亲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对，说趁这个地狱还没有开始喧闹起来，你们快跑吧，啊，天哪，特别。就是那个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命题，就是为什么会讨厌超级英雄电影啊？对对，我想说这个，就是我就是说到这儿就想说，现在这个电影院里播的这些大片，就是现在好莱坞的电影行业如今就全部都是 franchise， 全部都是超级英雄啊这种什么，就五六七八这种，就是特别讨厌，就是因为他们是特别反感，他们是全部都是没有歧义的。就是他们绝对不会有创伤含义，他们就是他们以消灭歧义为使命。对，就是我要让全球15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年龄段的每一个观众看了钢铁侠，都感受到我让他感受的具体的那一个信息，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而且你们都得喜欢这一个。嗯，而且我们为了消灭所有的这种歧义和所有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花好多好多钱，然后做好多 CG， 然后这个编剧就做好多，就是要做 universal 的普世的东西，而且是毫无那个歧义的。嗯，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没劲，特别没劲，无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你在看 HBO 做 Westworld， 你能感受到他挺勇敢的，他这种勇敢不是谁都敢做这东西，这种命题很难讨论的。但是他的勇气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讨论的可能，并且成功把它变成现实。对。对于就是超级英雄电影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是的啊，就是它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资本所掌控的媒体集团，对，他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对，而且他希望你就这样想。对啊，所以说这种霸权，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特别具体的 brainwash 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把创作，就是把创意产业做成饭店嘛，对，做成餐饮嘛，对对 对，就是那我怎么样能做成确保每天翻台多少，每天营业额是多少，就是没问题。其实你就这么理解，就是说蜘蛛侠就是麦当劳 A 套餐，对，然后美国队长就是 B 套餐，对啊，只不过是巨无霸和那个就是香辣脆鸡堡之间的区别，咸黄瓜和那个什么 barbecue 酱的区别，不过也挺好看的，对，挺好看的，对对对 对， 对， 对。回到西游世界这个剧身上来，其实就是。这个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那么，可能听过就是听完了这个电台的朋友们，可能觉得我们是言过其实，几个神棍，那么几个神棍在这各种神吹这剧飞上了天，这个剧封神了什么这那。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封神的剧，对，它不是封神。我们从这个剧里实际上看到的是每个人的自己，对，你的就是说对于他的认知，实际上是反映了就是人作为个体。啊，在对于就是说是思辨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理解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而非这个剧怎么样？对啊，对。如果我们说 Breaking Bad 它是一个就是封神的剧，我认同，它到达了一个就是相当的高度，但是西部世界和它不在一个意义上。对啊，我们没有必要拉它来强比，真的是。嗯，反正就是你看超级英雄片很放松，但是看西部世界，我保证你是精疲力竭。对，精疲力竭，就是趴在地上最好。就是你知道吧？那个。第十集放映会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进入了贤者世界，就是没人说话了。满足而是这样的，就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或者一部好看的剧集，让你会感觉到满足而充实。嗯，西部世界让你看完之后是满足而空虚。对对对，
满足而空虚，这种他妈感觉是很奇妙的，对啊，茫然失落，对，很失落，对，就是对，哎，反正最后就是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嗯，就是跟这些都没什么关系，就是一本还是让你的头脑精疲力竭的书，嗯，反正我自己是不敢说自己看明白了，就是这本书叫有限的游戏与无限的游戏，副标题叫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嗯，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第十集看完之后，西部世界跟这个书有一种很紧密的平行的那种联系，他好像是在说一回事儿。嗯，就我给大家念两段他的这个摘抄，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结尾。嗯，他说世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称为有限的游戏，另一种为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有限游戏参与者在边界内玩，无限游戏参与者玩边界的游戏。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在所有的故事中都不是严肃的演员，而是愉悦的诗人。嗯，这个故事永远在继续，没有尽头。世上有且只有一种无限的游戏。这个就是高度也是进入到一个思辨的层级了。对对对，所以说确实是不敢说看懂，但是可能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也不光是和西部世界这个剧集的联系吧。对，啊，那么就是在听这个电台的朋友，如果说还对其他的延伸有兴趣的话，有不是那么难读的，我和仲基老师不一样了。对，推荐一下凯文·凯利啊，对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些哲学的或者说是思辨的东西不太好理解的话，看看凯文·凯利。凯文·凯利的话，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明白，但是他是也是以特别浅显的语言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而且就是咱们说这些都太干了。对，凯文凯利有一股烟火味，一股油盐酱醋味，非常好。凯文凯利很江湖。对总体来说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所接触的世界和他的对世界的认知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对一个事物认知的切入点。嗯，对，保持开放心态，保持开放心态。对，然后去看一下第二遍的《西部世界》。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一种享受。对，尤其二周目体验绝了，绝了，绝了，就是会让你感觉到你是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是的，是的。对，那这期节目就差不多了。嗯，好，钟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向所有加六的粉丝们说，就我已经帮你们探索明白了，想要来集合办公室做客的方式就是投稿。哎呦，谢谢谢谢钟先生，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对，如果或者说期待你更多投稿，对对，期待更多投稿，同时也是希望听众们如果有更多好的题材的话，也可以就是尝试这一条开启集合之路，对，打开这个副本，对的，对对对。好，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哎，再见，拜拜，拜拜。